就卖卖的是旧货嘛，但是它什么东西都有，可能说你不需要去买什么，但是你这些东西你看了一遍，你会就想一下以前那个年代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就比如说这些黑白电视机啊，或者是什么以前的流行 CD 啊，还有什么什么这些，就你看了你也算是一个博物馆吧，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以前那代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主要是对过去老一辈的那种过去的生活的昨天，他们是一种了解嘛，也为了就更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主要是对过去一个了解。